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思想在教会主日的敬拜中，诗班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？我们一起思想历代至上第25章，大卫设立诗班乐团来敬拜赞美神。首先提到了大卫和首领分配亚萨、西曼、耶杜顿的子孙，要负责弹琴、鼓瑟、敲拔、唱歌。用今天的话，就设立乐团，设立诗班赞美。特别提到了亚萨有四个孩子，都归父亲指教，并且遵着王的旨意来唱歌。看见他们的敬拜是一代传承一代，是资深的教导资浅的，父亲教导孩子，投入敬拜，投入赞美，并且君王是榜样。大卫很看重赞美，大卫设立诗班乐团，他们按着王的旨意来歌唱。领袖，属灵的领袖，成为美好的榜样。耶杜顿有六个孩子，弹琴唱歌称谢神。西曼特别提到了他是奉神命做王先见，有14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唱歌鼓瑟弹琴，办神殿的事物。我们看见这一群敬拜者同时也领受了神的话，奉神命做先见。许多时候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呢？很多时候是透过诗歌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当诗班的赞美响起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的心被预备，得着安慰，看见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得着神的话语，所以赞美中所带出来的信息是强有力，可以鼓励帮助我们。而这些的家族有清楚的分配任务，王命定分班，他们和弟兄学习来称赞神。这群有恩赐的人仍然要继续学习，继续预备自己。善于唱歌的有288人，这288人分别在24个班来服侍，而他们无论大小师徒都一同撤迁分班，是建立清清楚楚很有规矩的敬拜赞美的团队。分24班，每班12位弟兄，有一位首领来带领他们，清楚的分工，彼此配搭。主神帮助我们领受恩赐，更要不断的学习更新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。我们来祷告，主神帮助我们，预备我们能够在主日把最大最美的赞美献给神。求主恩待教导我们，我们学习乐器，我们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神，让人看到我们的神真是配得我们的赞美跟称颂。也在赞美中求神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